雷也会响，雷也会响。一般来讲起来，这一种法是不可以讲，但是这个是也是麻利之天的法，是不可以讲。密教行者所谓密，所谓的密字是这样子，你的护法不可说，你的本尊不可说，你的诸天菩萨不可说，原之为密。但是今天我卢师尊可说，为什么说？为什么要讲出来？像你这样子的大秘密法，为什么要说？因为啊，可不可说，是因为他心有顾忌；我可说，是因为我心啊坦然。我光明自在，这个是当年了明和尚所传的一个很秘密的，称为百鬼麻利之天百鬼相助法。但是是不是大家可以修呢？那当然，这个要看是你自己本身发宏大的心，你要广度群生，要广度所有的众生，你希望所有的幽冥界也来帮助你。师尊的圣名啊，不是在娑婆世界，我的名字啊，幽冥世界啊，通通都晓得。所以我跟这个地藏王菩萨，跟这个十殿阎君啊，跟所有的幽冥的这个都很接近。你看我最近所写的这些啊书里面呢、啊，提到很多这个鬼神的这个事情，这个鬼神的这些事情，这个都是很现实的。很事实的。这个是很微妙的。那么这个法当然一般来讲你要发很大的愿你才能够做的。我今天把自己的这个秘密的东西啊都讲出来，我可以不用讲，你们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请大家，有请大家为什么？我念有请大家，你们也跟着回去念有请大家。那你们没有大家，为什么你要请大家？所以不要跟，有时候啊，不一定每一样都跟着师尊来。啊，师尊啊，这个喝一点这个小酒，喝一点小酒。你们说师尊可以喝，我也喝一点小酒。有一天呢、啊，师尊也抽烟。哎，师尊可以抽烟呢，我们也抽烟。抽烟，哇！饭后一根烟，飘飘若神仙。你们也学、啊。师尊在说：“哎，有请大家。”你们也说：“哎，师尊说有请大家。”哎。我也有请大家，你不知道我在做什么。所以密教里面呢是有所谓的秘密在的，有时候是的确是不能讲，但要讲啊，一定有闪电霹雳，一定有闪电霹雳，霹雳电光状。我希望啊，这个法回去啊，大家不用说这个一传十，十传百，
百传千，不用，你自己知道就好，也不要传的太出去。那个不过好像也是关不住，这个录影带啊，一传出去大家都知道了。嗯，讲就讲了啦，那没办法了，讲都讲了。你看那个莲花生大师莲师啊，他本身也有这个法的，这也是他的秘密法，秘密法之一，莲花生大师的。那今天谈这个隐身法，今天那个德辉上师所讲的隐身法，我一生当中啊，受这个麻利支天帮忙很多，原本都是有很多很多灾难的，像我昨天下午也谈，他跟我指示马上贴条子，卢胜彦上山修行三年不在家，请勿打扰，看过这个条子的应该还有人在这里的上，哎，啊，他们看过条子的啊，这个他们举手，这个举手的一个是以前台湾的彰化帮的帮主，啊，连山啊，连山是彰化帮的帮主，连山在哪里？啊，彰化帮帮主，哎，你有看过哈，啊？还有这个台中帮帮主，台中帮帮主是连火，他们都有看过的。我贴这个条子是麻利支天叫你赶快贴，你贴了就没有事，果然无事。另外啊，我遭遇到的困难啊，大家晓得的，以前书里面隐约都稍微提到了一下，这个有人恐吓啊，有人恐吓我，要拿我这个要求28万台币，28万台币现在是很少了，那时候很大，28万台币。